入拉拉队这个产业已经是第15年了，我这一辈子只做过这一份工作。来帮你结账生日比。我这样现在怎么办？那你就是刷会员的，我打到550了，完蛋了，这个新来的可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婷。从2009年加入拉拉队这个产业已经是第15年了，曾经的中职最矮到现在的中职活化石，对。就是我这一辈子只做过这一份工作。那这一份工作呢是属于表演类型，所以我之前也没有体验过销售员啊、店员啊、餐饮业业务什么都没有。那这所谓的一般服务业，我今天就要来体验一下一日服务业，希望等一下不要太难，加油。今天因为我来参加小北的30周年庆，所以我特别请小北让我体验一日店员。那今天呢也有小北的店员来协助我哦，我们来欢迎佑杰。哎，你好。好。那当员工之前要先换上我们的制服。好，换上制服。噔噔。哇，你怎么换那么快？那我就带你来体验我们的小北一日员工哦。好，走。走。哎，你长得很像我以前的同事哎。叔叔，你您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排我啊？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教一下我们小北百货最正确的摆法。好，来秀一下给你看。紫色跟黄色，紫色跟黄色，这很难摆。这很难摆吗？很难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不就按这颜色就好了吗？来，我摆一次。来啊，你试试看。好，来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这样摆的是对的吗？你是歪了，不对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，往前摆。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往前，往前。啊，这个怎么一个人落单这样子？来来来，好可怜。这样有没有好一点点？哎，而且还有粉红色哎。粉红色，粉红色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请问我这样摆的够专业吗？嗯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我没有别的商品，来来教你一下好不好？有看到这里吗？这边超级无敌乱，还没有摆好，有没有？直接把它往前推。对，先往前推。哦，没错。我怎么觉得，这个小北员工好像不太对呢？这个怎么应该转好吗？哦，对啦。没有，你先往前推。看来我比较专业。那先往前推再摆嘛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如果我有一些特别的摆法，会不会比较厉害？你说这样子，对，这样会比较厉害一点吗？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泡泡。对啊，给它翻后面一点，然后翻后面一点。还有我们要酱啊！哦，对，对啊，小北的专业知识，北北北，然后就摆上去。请问我这样完成了吗？有，很棒哎，剩两瓶了。哦，还有两瓶，好好好。那你忘记北了，你忘记北了，哦、对对对对，北，OK 吗 ？OK 吗？可以可以，实习生来了，实习生今天是实习生第一次来到这边体验，来一次摆三个，我看一次摆三个是不是？对，北起来，好，三个是吗？三个看你怎么北，好看我怎么北，北，三个来，黄色黄色，来黄色黄色，紫色紫色，耶、yeah, ，过关。耶，第一次体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但是就是颜色一定要分对，没错，到时候客人就会选错。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往前摆，这样牌面才会漂亮。哦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长得有点眼熟哎。哦，是吗？我有在关注了吧？我有在关注你哦，你是不是那个 Abby 对不对 ？Abby。Abby， 嗯，对，我是 Abby， 那可以请 Abby 来教我们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让我来好好教你一下，竟然敢认错我的名字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你扫描以后呢，按这边对准。好，
然后这边呢就按小计，小计，对，然后它就会跑出这个东西多少钱。那这时候就跟客人说，总共十二元，总共十二元，然后面带微笑吗？十二元，然后跟他收钱的时候呢，要用双手，双手，对，收您二十，收您二十，好，然后收进来以后就会按二十，按二十，然后现金，耶、yeah, oh. ，然后这时候就会跳出来，然后就找八元发票， okay. 然后也是要双手找您八元。找您八元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下次再来，欢迎下次再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，那你学会了吗？应该是可以的，好的，突然有点紧张，好，我来体验一下，好的，换你喽，我直接结账吗？好，人生第一次结账，你好，好，三支笔是不是？好，开始，来帮你结账三支笔，不是这样，这样怎么办？哦，跟正，这样就一次了。好好，它这个很灵敏，拍一下就可以立马。手有点抖，紧张，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我刚刚有点紧张。三支，然后按小计，小计，然后他们说九十元，好，总共九十元，要收您九十，啊，谢谢，好，收你一百，好，签的按一百，要按一百，一百，对，然后现金，对，哦，好像我这是真的，好好玩哦，我很像在玩，哎。小卷，然后推起来，对，其实蛮好玩的。谢谢光临，然后你的笔，谢谢， yeah. 欢迎下次再来。来下一位，今天是消费一包饼干，好， oh. 送你一百。就是有刷会员总，我打到550了，完蛋了，这个新来的可能我手太抖了，55，然后不然抖两下，先550，小计先，然后他收100，哦收100，完了你又错了，好，对，现金，耶，哦，找45，刷会员载具吗？不用，那就用发票，好。好，谢谢，涨你45，谢谢。第一次体验，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手真的有点抖，会稍微紧张。而且我必须说，它的这个真的太就是太灵敏了，所以你只要轻轻再按一下就有。但是如果不小心多按两下，就会就按两次，对对，直接蛮紧张，太紧张。但是我真的觉得。其实第一次体验还蛮有趣的，对啊，因为也好玩呢。我们叫拉拉队这么久，然后也没有参与，就是也没有体验过其他的职业，对，然后可以今天来到这边也是还蛮特别，蛮好玩的。你有点过货吗？没有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不一样的工作，以前都跳啦啦队而已。完蛋了，我有听没有懂，完蛋了。听没有懂。对，我实际我边做你边教我可以吗？好，好难哦，怎么办？我们先输入账号。好，输入账号。哎，多一个一。多一个一。这个、我今天是怎样手抖是不是？订单确认。对。好，扫条码。啊，这样子哦，来哦，这样。然后按完了以后，我们输入厂商的名字。我想问你们是怎么背得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遇到很多厂商。真的假的？有400多间。所以你400多间都背起来了。看一下有几个。好。总共有两个，我们就输二。OK。条码有时候会不一样。946。对。好。那两个，那我们就一样输入两个。好难哦。其实不是很难，是要记的东西很多，然后如果一算错的话，它的那个单数单位量就又不一样了。对，就是你可能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会比较不习惯。哦，真的真的，你有出错过吗？有，刚开始也是错。哦，好，哎，真的要学习。好，加油，小晴加油！我要来试试看吗？对啊。好，来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哦，我找到诀窍了，找到方向了，就是它这边。它这边会有一条红线对着它，就对，然后还要看一下这个数字是不是一样的。哇，在这边工作脑袋要很清楚哎 ，Oh my god， 有，这样就好了，成功，第一次点货成功。OK， 今天最后一关我终于体验完。
完了，来请一下我们的资深的店员帮我打一下分数好了。以第一次来讲的话，我觉得算是有100分。太客气了吧？你要确哦。因为第一次有很多人都会做到一半，一直想不起来要怎么样换。可是我刚刚一直按错，55按成550。按错本来就会有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你有按错过？每次都会按错。哦，真的。因为它这个按键有点小，按错是一定会的。所以你今天非常棒。太好了，体验成功。一日店员终于体验完了。说真的，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跳啦啦队，然后跳了算是一辈子，然后一路都是跳舞这样上来。那这一次第一次体验就是服务业，服务业真的还蛮辛苦的。然后他又跟我们啦啦队一样，都是要面带微笑。我们虽然啦啦队是面对球迷，但是他们是面对客人，其实是都很类似的，都一样是服务类。那我们是服务球迷观众，用笑容跟活力提力。但是服务业也是，他们也是用笑容，然后帮每一个客人服务。如果大家有到，就是不管是小北百货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消费，我觉得都可以再更尊重他们，因为他们真的在每天在上架后，这些其实也真的蛮辛苦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一起支持起来，加油！一日店长体验成功。